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 CarLink 电车网，我是昆城。如果你目前正考虑要买一部中型四门房车，那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位主角呢，汉达全新的第十一代日本原装进口的 Civic， 售价139.9万，绝对是应该列在你购车的名单的第一顺位。为什么这已经破百万的日本原装进口的 Civic 要成为你购车的一个第一顺位呢？答案当然就在我们今天的影片中。当然啦，在看影片之前也别忘记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Honda Civic 对于我这位五年级生来讲呢，是一段充满美好回忆的一个年代。在我那个年代哦，低宽圆、非常帅气的三本喜美，以及呢相当容易入手的价格，通常都是我们年轻人呢买第一部车的时候的最佳选择。所以呢 ，Honda Civic 从第一代到第七代，它在全球的定位是一个世界公民车，也就是人人都买得起的一部公民车。再来，从第八代、第九代、第十代这三代呢，它有一个比较新的定位，就是诉求在自我独立风格的一个进阶型的中型房车。在这十个世代里面，总共历经了大概50年，然后行销全世界大概有170多国哈，总共卖出了2750万辆。所以说，我们说 Civic 在汉达里面呢，绝对是销售界的一哥。来到了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位主角哈，全新的 Civic 呢，它要以油电的一个新动力选择，也就是汉达当家的一个招牌 HEHAB 迈进电动车时代。同时呢，不管是从外观造型到动力到行路性的一个表现，一直到内装的质感，它有更成熟更精致的来成为它第十一代的全新定位。这部全新的汉达第十一代 Civic 呢，它是采用日本原装进口的一个身份的，同时呢，它以欧洲最高规格的一个配备呢来做设定，所以呢，它的价格当然也来到史无前例的最高139.9万元。全新世代的喜美当然也有两个全新的一个车色哈，像我们今天试驾这个叫做幻彩水晶蓝，当然还有一个幻彩水晶红。除了这两个新增的车色以外呢，当然还有个黑白灰这三个基本车色。这个幻彩水晶蓝如何幻彩？我们来讲一下，我大致解释一下这部车烤漆的一个涂装哈。车体上面有一层铝粉，铝粉在往上呢有一个金属的银粉色漆，在往上呢有一个高彩度的一个素色漆，最上面才是透明的一个精油。那为什么叫幻彩？也就是说，当它在荧光面的时候，这个金属的银粉色漆呢，它会经过日光，然后折射出来，反射出一个比较有带有金属的光泽感，也就是有那种玻璃的一个通透感啊，真的很特别。那在非荧光面呢？金属的银粉色漆跟高彩度的一个素色漆呢，这两个色漆层呢，就可以呈现出整个车身的一个饱和度，有一种深邃感，所以非常的特别哈。它在不同光线的一个变化下呢，会有给你不同的视觉的一种色彩的一个表现。这个车头造型最吸引我的，当然就是水箱护罩上面这个车鼻子，这个车鼻子呢很像鲨鱼头，而且呢它一直往前延伸，而且呢，它整个烤漆一直往前延伸到下面，跟这个水箱护罩黑色烤漆呈现对比色，非常有质感。而且整个造型呢，这个车鼻子的造型呢，有鲨鱼头的一个风味，而且呢，运动感十足。车侧绝对是全新第十一代 Civic 的一个最大亮点，它结合了四门房车跟五门掀背车的各项优点，以及造型上的一个美学概念呢，得到一个大斜背 Fastback 这样子的一个全新的车侧造型。在车侧你可以看到哈，它的窗户玻璃面积加大了，因为什么？它的车窗的下缘往下降低了，同时呢，它也跟这个引擎盖的高度降低呢，同时连成一线，所以它有一非常一贯流畅的一个线条。再往下看哦，你看贯穿前后的这条腰线，它刻意是往外拉出来，比较有那种什么比较立体的一个折线出来，所以整个车侧看得出来最有立体感的就是这个腰线。这个相当有立体层次感的腰线呢，它可以带出整个非常重心低的一个视觉印象。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胎圈哦，它用料也是非常的有诚意哦。你看这个胎，米其林的 Pilot Sport 235/40/18寸的一个胎，然后这个圈呢，你看这个圈很漂亮，18寸，但是呢，你看它采用的是5幅双乐式烤漆，而且呢非常的有质感，而且运动化十足。车舱设计呢，
我觉得也是全新第十一代 Civic 的一大亮点。车宽呢来到了1800mm，再加上呢它这次空调出风口呢采用一体式的一个设计，所以它再一次强化了整个前车舱呢它那种横向的一个开阔感。这次呢我特别欣赏它在空调出风口上的一个设计哦，你看它把空调出风口呢很巧妙的隐藏在这个蜂巢状金属饰板的背面。而且它整个一整体的一个连贯性非常有整体感，而且呢带有质感，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另外一个让我欣赏的地方就是它空调界面的一个设计，你看它采用实体式的一个旋钮，我觉得这个很棒，而且呢旋钮它的那种声音跟操作触感都很棒，而且相当带有质感，它没有整合到这个中央控制萤幕系统里面，我觉得真的很棒，因为这样实体的按键最好。中岛的最前面呢它有一个讯号源的 USB 插座，再来呢是电源的 USB 插座，再来最右边这有个12伏的180瓦充电插座，底下呢有一个比较大面积的一个 QI 无线充电座，你不敢放手机或拿手机都相当的方便，我觉得这个设计呢就比较便利。接着往后看哦，这个线传的按键式排档座的一个设定哦，我觉得它有一个防呆的一个机制，不管是 P 档、R 档、N 档到 D 档，它都有一些按键方法的一些些微的一个差异化，我觉得这个设定呢也非常的新颖。那右边呢有两个大型的一个置杯架，深度也够，面积也开阔，所以这个也算是相当实用。在 Drive Mode 的后面呢有一个电子式的驻车档，那驻车档后面呢有个 Brake Hold， 也就是你在停等红灯后踩完刹车之后你就踩油门就好，它就可以前进了，相当的方便。这个中央大型扶手呢下面呢它有一个托盘可以使用，也可以拿起来，那里面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有深度的一个置物空间。这个悬浮式的中央触控萤幕呢这一代呢我觉得第一个它采用整个界面的一个设计呢，它采用跟手机很像的这种方块的一个 icon 化，一个图像化，所以整个视觉化非常的清楚，而且非常直觉，而且操作呢也非常的流畅，这个相较于之前以前国产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界面，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有质感，而且非常直觉，非常图像化，这个是非常成功的。在中央触控萤幕左边呢它也有一些实体的按键哦，你比较几个比较常用的 Home 键啊，回到上一页啦，或是音量啊，大小声啊，前进后退，这些都是采用实体的按键，所以我觉得整个搭配起来不仅是操作流畅，而且呢真的是非常好操作，而且设计质感也非常好。这个全新的 10.2 寸数位仪表板呢它的图资设计呢也非常的清晰高彩度，然后左右两环呢各有什么，各有方向盘左右这个底下这两个滚轮来控制，所以呢非常也相当的直觉就手。这个右边这个滚轮呢你可以看它可以控制的，比如说它的油电的一个作动情形，燃油油耗，还有行驶里程等等，它这边都可以从这边的滚轮来控制。那左边的这一环动力的一个图示的显像呢也可以从左边方向盘这个右下左边这个滚轮可以来控制它，所以是整个都很直觉，而且操作起来是非常方便，该要用滚轮它又可以用滚轮，然后你可以去再进入选那去选，所以整个操作起来相当的直觉就手。前座的这两张座椅呢都有八项的一个电动调整，而且呢都有加热的功能。我常讲哦，现在台湾加热功能对我们真的比较不实用，我觉得对我们比较好的就是通风啊，但是它就是没有通风齁。那除了没有通风以外呢，其他你看我觉得第一个它的腿靠还有腰靠还有两部的支撑性都表现得相当的出色，而且整个椅子的做工呢质感也都非常的好。全新第十一代的 Civic 后座空间是宽敞的，因为你看它这一代的轴距来到 2735mm， 相较于上一代呢整整多出了35mm，这当然就全数反映在后座的一个膝部空间。你看，膝部呢至少有两个拳头，又三个指腹的空间。然后呢，头部就稍微牺牲了一下，因为它是一个采用大斜背的一个方式哈，所以对于我170公分来讲呢，稍微有一点点快顶天了哈，所以头部空间稍微牺牲一点点。那在整个腿部的空间也有伸展的一个空间。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中间这个座位呢，当然你看它这个底板它的中央通道有隆起来，而且算是比较明显的齁，所以呢中间的当然就不太适合坐人。后座椅背角度虽然不能调整，但是呢你看它的头枕还有它的腰靠以及呢到我们的腿靠，它表现的都相当出色，再加上呢它的发泡棉材质是属于扎实的齁，所以整个乘坐起来是相当舒适的。再来在动态的行驶过程当中齁，我觉得它这次的悬吊设计呢不只是舒适，而且呢它的用料也非常的好，它的压过坑洞的时候
它那种这样的坐动的那种扎实感哦，是以往看不到的哦，而且这样的表现比较像高级车的一个行路品质。在后座的配备上呢，这次也给的相当齐全哦，你看有一个全景式的天窗，所以在后座呢视野算开阔。再来呢，当然有两个空调的出风口，也有两个 USB 的一个充电插座。整个门板的一个用料跟设计也都相当的讲究哦，你看镀铬的把手，然后这边有个钢琴烤漆的一个饰板，然后这个扶手呢，它一样跟前面也一样，有一个那种类似类碳纤维纹路，但是而且会有发亮的一个饰板，显得相当的精致。然后呢，上面有一个高音的喇叭，下面有个中低音的喇叭。唯一可惜的是，它上面这一层，它的塑胶用料没有像前门这么好，这是唯一的一个缺点。采用大斜背式的一个设计哦，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它在行李箱的空间的表现到底有没有帮助哈。我们来打开行李箱，这个是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啊，就是它没有电动，也没有什么脚踢式、感应式的一个尾门，纯粹是要靠手动。但是呢，它是有液压停感，所以还算 OK。好，再来，我们打开行李箱之后，可以看得出来哈，因为它采用大斜背设计，它相较于一般房车或是跟同级的一个掀背车比起来呢，它的行李箱空间真的表现很出色，大概有404公升的一个表现。那当然，后座椅背可以做6次分离的放倒哈，那放倒之后它可以创造出一个算是平整的一个空间哦，因为它上面也类似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阶梯，但是我觉得这个还算不碍事。那最主要是搬运货物的行李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它这个存远哦有比较高一点，所以这点是你要搬下来的话，你要往上提再搬下来，这稍微有一点点费事。这边我要特别提一下哈，它在行李箱遮板呢有一个设计上的一个巧思，它是采用横拉式的。然后这边有两个挂钩可以让它扣住。那当然了，我觉得便利上是因为它收放都非常的便利，只是因为它是使用软质的，所以它在上面要放东西我觉得比较难，而且呢有时候在收放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小卡哈。行李箱的底板呢算是完整而且平坦，而且呢它算是有不错的一个用料哈。然后呢行李箱右边呢这边有个重低音喇叭，重低音喇叭上面呢有个12伏180瓦的电源插座，行李箱遮板下面呢有个挂钩，然后呢当你把行李箱遮板收起来的时候，那边也多了两个挂钩可以运用。这部全新世代的 Civic 呢，它搭载的 HEV 这套油电动力组合呢，它是有一具 2.0 升阿金森引擎，它有41%的一个热效率，所以它燃烧效率是非常高的哈。再加上呢一具电动马达，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2.0 升的阿金森引擎呢，它有在6000转的时候，它有143匹的一个马力，以及呢在4500转的时候，它有19公斤米的最大扭力。其实，在143匹的最大马力跟19公斤米的扭力，在 2.0 升的自然进气引擎来讲，算是在中上水准。好，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电动马达。好，这个电动马达呢，它在5000转到6000转呢，它有最大马力184匹。然后呢，在0到2000转呢，因为我们知道它瞬间扭力就会出来。这个扭力有32.1公斤米的一个扭力，这样子的油电动力组合呢，就有几个特色哦。第一个，我们如果以汽油引擎来讲，你看它电动马达就有184匹的一个马力，所以单就跟2000cc 的汽油引擎来比，它马力绝对是大的很多。再来，我们讲扭力，我们说以前的柴油引擎有这样的特色是低转扭力很大，但是你看这个电动马达从零到2000转，它就有最大扭力32.1公斤米。也就是说，这套油电的动力组合，它汽油引擎的马力绝对大于汽油引擎，然后呢，扭力呢也绝对不会输给柴油引擎，所以它等于综合了汽油引擎跟柴油引擎的一个特色。然后，而且呢，最主要是它在整个行进过程中间相对的安静，不管你汽油有没有作动，或者用纯电来行驶，它整个行驶过程真的是很安静。像你看我们在一般的市区慢慢开，然后你看它的油跟电都会同时作动，或是油或单纯是电，好，我觉得它会自己去做判断，而且呢它这个判断呢，它的切换作动什么时候油什么时候电，我觉得它的切换过程是非常的平顺，而且呢真的是相当的安静，而且再加上你看这个单速的自动变速箱，它的作动整个作动非常的平顺。好，你看我们现在慢慢的把速度加到40，好，那40呢我瞬间加速，
80到100，你看它从40再加速呢，第一个它引擎也介入进来了，但是整个的一个作动过程你看会非常的平顺，相当的平顺。好，那我们现在如果好从大概70好，我们再加速，像我们刚刚从40再加速或是70-80再加速这样表现出来的加速力道，那种力道还有它的速度感呢，相较一般的你说 2000cc 的自然进气引擎，它是不会有这种表现的，它会第一个比较慢，而且呢速度呢引擎的时候会比较吵一点。那这个时候呢，你看相对你看这个油电的动力混合，它在整个过程中它都是非常的平顺，而且呢那个力度是有的，而且是结实的，这个呢是跟纯汽油最大不同的一个地方。接着我来讲一下它整个行驶时我觉得它的视野是非常的好的，你看这个 A 柱它变得比较细，那没有那么倾斜，然后整个仪表板呢它是往下降低的，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引擎盖它这个都往下了，所以前方的视野非常的开阔。那再来你看我们刚才讲过车侧它整个车窗下沿呢它是往下也是往下降的，所以整个车侧的面积玻璃是大的，所以整个车侧也是很开阔的。再加上它C柱呢设计也是比较狭窄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前挡到车侧到后面它整个视野都是表现得非常出色。在这边我要特别提一下，以往我们觉得 Honda 对于车舱的精粗性呢，我觉得第一个让我们真的是不敢恭维也不敢领教。那当然也许可能是 Honda 的造车哲学，他认为车舱的宁静度不是他的最优先的一个顺序，但是这一代全新的这代 Civic， 哇，车舱的精粗性呢完全令我们改观，我觉得呢不管是在市区行驶或是在高速公路上，它的风切声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它的风切声抑制的真的很棒，而且在日常市区开的时候呢，不管是机车啦公车啦或大卡车经过，都会觉得离你有点远，那当然了，我们说整个车上的精粗性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不是顶尖，但是我觉得一定是在中上水准的，这相较以往那前几代或是相较以往轰炸的不管哪一部车，我觉得它这一次在车舱的竞速性上表现得真的令我们另眼相看哦。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操控，我觉得全新的这一代 Civic 在操控上呢也是有大幅的一个进步，而且这个进步呢是一个非常成熟而且稳重的一个进步，它带给我们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驾驶乐趣。你看这全新这一代它的轴距拉长了，然后轮距呢它拉宽了，所以呢它有一个什么，它的马步姿态蹲得比较稳的，所以它可以营造一个比较重心比较低的一个姿态。再来呢我们说它的钢车身刚性提升了 19%， 19% 的刚性，再加上你看这个大斜背它采用的是树脂的一个成分，所以呢它的重量又降低了 20%，所以这样一来一回车重降低，然后呢整个刚性提升，再来呢它有更低的一个重心，马步姿态更稳，所以它营造出一个相当有乐趣的一个驾驶乐趣。这次呢台湾本田也特别安排我们在台中的力宝赛车场开这部车，开完这部车让我们真的觉得哇惊喜连连啊。第一个它的坐姿可以设定的很低，这让我一想到以前我们开三本型的那种改装可以把坐姿改得很低，哇那样的回忆又回来了。再来这个转向，这个方向盘的转向感真的很好，它的转向精准，在弯中呢你回馈的力道也很刚好，所以我觉得转向再配合它的底盘刚性我觉得那个乐趣就会出来。再来我们说它的轮胎，它的车胎配的抓地力真的很棒，然后前后悬吊设定的也刚刚好，所以整个非常的 balance。像你看在弯道中你是可以带着速度入弯的而且我们刚才讲它的再加速真的是非常的平顺，不管你任何一段转速域或是不管在任何速度上你再加速它真的非常平顺，这种体验呢让你在弯中更有帮助，也就是说你在弯中呢你再加速，以往你的再加速会影响你的会改变你的重心，一下子跑到前面一下子跑到后面，你踩刹车跑到前面再加速重心又跑到后面，但是它这个不会，它这个油电的动力组合再加速非常的平顺，不管你在哪一段速度上再加速都相当的平顺，这在赛道上帮助非常大。像在力宝赛车场呢它弯中速度可以营造的非常快，而且呢抓地力非常稳，转向也非常精准，这样的一个表现呢反而让我觉得 Honda 是不是先把 Type R 推出来，然后从 Type R 里面改一个比较平民化比较舒适版本的 Civic 呢，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因为它在弯道在赛道里面的表现真的太精彩了。
在这边呢，我要特别提一下这套 Honda Sensing 哦，这套智慧驾驶辅助系统已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世代。它在图像的一个显示上非常的精致，很像 BMW 那套智慧驾驶辅助系统。你在行驶自己的车道上，不管是左边或右边，它呢，不管是大卡车经过或是摩托车经过，它都会有那个图像来显示，很精致。同时呢，你的标线的车道上，它还会随着你的弯道来做弧度的一个变化，相当的细致。再来呢，你自己车的头灯有没有开，你的方向灯有没有打开，或是刹车灯，它也都在图像上会显示。总体来看，这部全新的第11代 Honda Civic 呢，它是一部非常成熟，而且呢是相当全面的一部家庭房车。不管是从造型、车舱的设计、质感，或是到空间等等，它都有大幅度的一个进步。尤其是在这个全新世代的 HEV 油电动力的一个组合上，它不仅是在节能上，或是在动态行驶的行路质感上，以及呢它在整个动力的一个输出表现上呢，它都有相当出色的一个表现。再加上呢它带有相当成熟的一个驾驶乐趣哦，那将这些所有优点呢，它起了一个化学作用，所以呢它提供出一个四门房车呢买家最想要的动力、舒适性跟实用性，而且呢比你预期的多得更多哦。我们可以这样讲哦，全新的第11代 Civic 呢，它几乎没有什么样的缺点，而且我们可以说全新的这一代 Civic 它是最强的一代。